号911为新单曲化身大厨出席电台活动，被问到团员各自的拿手菜，悲剧就这样发生啦。刚来到，我应该就是熊熊爱上你那一道。帮你讲一下，说这一次的新单曲吗？有什么？我想讲他的拿手菜，你没有跟他讲到。哎呦，这也尊重一下我们洋葱，他都还没开口说话呢。不过这次选在情人节发布的甜蜜单曲，好像很可以拿来求婚哦。去年洋葱有说，今年可能会想。没有说。没有说，我没有说。这个计划吗？他没有说，没有这计划。是别人说的。对。别人说跟自己有想，没有，其实这个事情这样，因为有人问他说，你什么时候结婚？明年好不好？那好了好了，还是随便这样，对，都可以。但是没有想过这个计划，应该等30岁过后再考虑看看。自己看到那个报道出来，我就假装就没这回事啊。那女朋友有问吗？他把女朋友网络断一个月。先帮洋葱女友哭哭，不止婚没有被求到，就连心爱的男友也瘦了超多。当他喊话要洋葱赶紧胖回来，不知道本人怎么想呢？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算蛮刚好的，然后穿衣服也是算还 OK 的，之前穿衣服都不好看，所以就不会再继续瘦下去，就这样就好。对，应该就这样就好了，就健身吧。好、啊。这露下面真的太犯规了。